妈疼惜的心肝宝贝，伊讲我是个可爱的孙，离开了后无第二句话，心头像蔷薇空甲无剩。在边缘地带，山里面黑暗，手电筒照亮着相思陪伴。知道的地方在哪里？现在就去秘密基地。请一起支持孩子的秘密基地，让他们快乐学习，安心长大。